龙请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30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开始，咱来关心台南传出随机港爆炸杀害陈思泰命案。中央大学一个马来西亚来的24岁姓郑的查某大学生，日尾暗对学校行登去宿舍的半途中失踪去。警方追查了后，抓到一个28岁姓杨的查甫人参详犯案，暗过伊拒绝夜间讯问，警方今日会继续侦办，加送地检署。你有什么杀他？一名28岁姓杨的查甫人涉嫌杀害中型大学一名马来西亚籍24岁中型的女大学生，因为女大学生的好朋友一被暗时伫网络发文表示，伊的朋友8点外准备为学校行回宿舍了后，就失去联络，希望大家到找找。台南归警分局自到下晡接到学校报案追查，透过监视器发现一个查甫人性质真可疑。我们调阅了多处的这个监视器啊。然后发现有一部自小客车，啊，行迹可疑。那车主梁姓嫌犯设有重嫌。那经过专案小组啊调，科技的一个侦查之后，在掌握了梁嫌的行踪。警方自到5点外，伫高雄市阿莲区，抓到正要开车返去的姓杨查甫人，伫车顶有血迹，搁一个装满内衫的袋仔。嫌犯起初无承认，了后才承认，随即抓人过程中无细致电视录台先搁起尸。经过侦讯之后，梁显初步坦承犯案，那并告知专案人员将被害人弃置于高雄市阿莲区的这个大岗山一带哈。那专案人员前往搜寻，虽然有发现被害人但是被害人已无生命迹象。警方研判嫌犯判死19点钟，暗过伊拒绝夜间电讯，案讯30钟头进行移送高雄桥头地检署。记者综合报道。在法国南部的大城市尼斯也无平静，一间教堂发生杀人事件，造成3个人死亡。凶手甲警方在相持的时候有着枪伤，警方嘛发现伊是突尼西亚出世的。法国的官方即嘛是证实讲，伊被抓到的时候有大声喊“真主上大”。法国的总理已经宣布讲这是恐怖攻击，嘛提高国家安全的级数。威尼斯市政府大教堂外口，听到几啊声枪声，凶手为提刀闯入教堂，到被警方制服10几分钟。官方证实有3人是伫这场攻击，其中一名60岁妇女被斩首。Il ressort des témoignages des primo intervenants que cet homme s'était avancé vers eux de manière menaçante en criant Allahu Akbar, en les contraignant alors à faire usage d'abord d'un pistolet à impulsion électrique, puis en faisant feu à plusieurs reprises avec leur arme de service. Il a été transporté en urgence à l'hôpital afin d'être opéré. Il est très sérieusement blessé. Son pronostic vital reste actuellement engagé. Il était porteur au moment de son interpellation d'un document sous forme d'un papier de la Croix-Rouge italienne au nom d'un ressortissant tunisien né en 1999. Il ressort des premières investigations que cette identité est bien celle de l'auteur.这教堂在尼斯市主要各部大街上麦德新大道案发了后，警方在教堂周围有封锁线，市长讲这是一个恐怖攻击。警方在调查凶手犯案动机。法国总理卡斯特克斯宣布将整个国家领土的安全等级提升到紧急攻击。法国总统马克宏表示，这是尼斯第3摆受到恐怖攻击，宣布增派军力到7000人慰安。当地驻沙特阿拉伯领事馆也发生攻击事件。Et très clairement, cette La France qui est attaquée. Au même moment, nous avions un site consulaire français qui était attaqué en Arabie Saoudite, à Jeddah. Au même moment, des interpellations sur notre territoire se faisaient. Je veux ici dire, d'abord et avant tout, le soutien de la nation tout entière aux catholiques, de France et d'ailleurs.澳门真济国家谴责凶手，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推文表示，穆斯林有权杀害数百万法国人民，引起众怒。推特已经将伊的文章给删掉。法国近前则发生历史闹事，被极端伊斯兰分子斩首，政府想要赶走境内200多名外国宗教极端分子，引起突发之间的外国纷争。记者综合报道。昨仔有一架 F-51 的战机对台东空军基地起飞，无外久就坠落海。随风飞行官朱冠明有跳伞逃生，也毋过送病院急救，救无回来。因为失事的战机机龄40冬啊，伊的妈妈是批评国军战机遮尼久啊，哪会拢无重视？
执行搜救任务的欧阳直升机在台东外海飞来回搜索，因为空军第七联队一架 F-5E 战机在到早起被民众看到消防海飞行员跳伞逃生，军方甲台东当地海巡警消防员第一时间都赶往加罗兰海花搜救。沉下去之后再浮上来，对，然后第一个风打上来，他就下去就没有再上来，都沉落啊！哎呀，这条挂，这条挂。海巡警官在海边找到飞行员朱冠明，上飞了后，直升机随用吊挂架由搜救人员将人移到架顶，搁吊挂上机。不过当时朱冠明已经无喘气心跳，送医抢救宣告不治。空军指出，这架编号5261F-5E 战机离到执行基地攻防训练，早起7:29为台东制航基地起飞无偌久，飞行员已无线电呼救，表示这边的发动机故障。无到2:31的时阵，朱冠明伫机地北边翼立，大声跳伞。36分空军下令搜救，搜救队伫8:17看到跌落海飞行员40分，完成吊挂，将人紧急送医。飞机在离地之后，飞行员呼叫啊，又发动机故障。那至于详细的故障以及双方的面这个通话的细节，现在都已经列为这个收证的资料。飞行训练发生意外，飞官朱冠明甚至伊的母亲知影消息了后真悲伤，批评军方早知影战机牢固，却也是让飞行员承受压力。妈妈 ，F 五早晚出问题，你要不要关？要等到出了人命，军方才会重视。朱冠明的家后一路靠，看到穿制服、挂着笑容的红色领灯相片时，更加是脚软需要人扶。台东地检署表示，初步相验结果，朱冠明是头壳突然弄到地鼠落来出血，引起中枢神经休克死亡。不过详细状况要爱进一步厘清。冠明他就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飞行军官，飞行算是比较严谨的一个工作。那大家白天在上班的时候，自然神经都会绷得比较紧。晚上只要有时间，你都会听音乐。瞬间的朱冠明，文武拢会晓，甲同袍组成好团甲团，伫其中担任吉他手。伊今年29岁，空军官校正级102年班，107年到7联队任职，飞行时数超过700点钟。即马阶级是上贵，预计明年1月就会当成校校。去年甲家后才生三个囝，决定今年要举行婚礼，才甲亲戚朋友宣布，因为疫情延期到明年，即马却无法度实现。到底真正失事的原因是安怎？官方表示将进一步调查，也毋过 F-5E 战机和外界质疑机能牢固。广播是下令 F-5 型机款全面停飞，并且执行特检甲调查作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咱东北季风增强，加上北边大冷的空气会落南，愈晚会愈寒。来看上新的温度，今仔日伫大台北，还有东半部雨会较点，其他所在是一起侪云到好天。过到了后，伫中南部的山区有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各地气温大约是19度到21度，北部、东半部高温大约是23度到25度，中南部大约是30度。在明仔日时，东北风会略略啊减弱，温度会小快回升，天气会变好。另外，今仔伫19号风轻度的风台天高，今仔日半暝2点已经增强成做中度风台，对台湾是无直接的影响。按过另外一个风台，闪电就较靠近咱台湾，敢未来后礼拜才会知。南投的鸟嘴潭人工湖目前长的时间，未来会当提供水源给民众，减少民众抽地下水。严格时间的过程，土粉洋洋飞，加上即马透东北季风，影响搁较严重。南投的环保局是表示讲，会加强监控，避免影响民众的生活。鸟嘴潭人工湖在南投草屯 OK 盐丰桥高国道6号东草屯交流道完工了，会当提供超达工25万桶的地面水，减少森林中化地区来抽地下水。啊，不过伫咧 OK 河床大规模乌土，佮加上11月份开始土壤小连刷高温，民众烦恼讲会造成空气污染。夏天还好，啊，你冬天东北季风很强的时候就不知道了。那个防沙的能用好最好啊，至少也要知道说。空气有变坏啊！为了避免风波影响，南投县环保局要求鸟嘴潭人工湖的施工单位必须进行证实物，或者是抗风波影响的装置。9月份开始，嘛设加百个微型监测器和监视器，对港区到4个位的车路全面监测空气品质。
其实这样子的车这样中经过，它没有产生扬尘，透过这样的画面就可以稍微都可以稍微知道一下周遭的地区，还是一些路口的部分，将近会设了将近有100个点的微型感测器哈。假设它有一个异常高值的情况下，在排除是一个设备故障的情况下的话，到现场去做一个及时的处理，去了解是什么样的情形，然后及时给它排除。焦水潭乌头鸟的总量是1590万立方公尺，烘焙营业的数量占全国的32%，是南投县上大营建工程污染源。若是土鸟开始外运，吃百台山鸟车出入，可能会造成港口甲四口尾啊车路烘焙营业的污染。草屯客杂分队会伫咧附近监控，若是出现空气品质无正常，会当随降压，而且要求改善。或者若是有重大违规的时阵，卖以空污法32条来处罚。记者综合报道。高雄青综合来关心今仔日的查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台东志航空军基地一架 F-51 战机昨昏起飞，无两分钟就回报讲发动机故障，坠落台东的外海。飞官朱冠玲跳伞逃生，也毋过头壳、胸坎拢伤大力，救起来时已经无喘气、无心跳，送病院不幸过往。伊妈妈美空军无重视战机上漏的问题，国防部已经宣布讲，共型的战机全面停飞，要做检验。来看联合报。国健署公布青少年食酒的调查，发现最近10年来，未成年食酒的比例有提悬，应该有41万的少年家捌偷偷啊饮过烧酒。专家是建议讲，应该要求超商大卖场袂使24点钟卖烧酒。最关心彭哥日报，国家基督早餐会是由几哪个基督教团体做会举办，主办今仔日要举行，当年总统拢会参加，啊，不过今年因为总统蔡英文伫面册顶头支持明仔日要举行的冬至大游行，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昨昏就宣布讲，因无要参加，而且要退出。了后，筹备会嘛发出声明，决定今年的基督早餐会取消，这嘛是20年来头一摆取消。昨昏国内新增加3个对境外带病入境的病例，是对菲律宾、美国甲印尼来的。另外，咱台湾已经200天无出现本土病例。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讲，这是咱台湾民众同心做伙配合的成果。另外，针对进前检体发唔到这个代志，指挥中心表示未来会加强管理。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新增3个境外移入病例。552例是本国籍30多岁男性，去年底到菲律宾工作，今年10月中，捌出现嗽、流鼻水、流鼻症状，家己食药了后改善，个案10月25返来台湾，主动通报症状，经调采检是阴性，也无隔当天嗽，阁有胸腔痛，就医检查有肺炎，再次采检才确诊。553例是本国籍60多岁女性，长期住伫美国，10月中甲朋友食饭，其中两名朋友确诊，个案10月26，坐飞机返来台湾，机顶有嗽甲流鼻水，入境时机场采检确诊。554例是印尼籍20多岁女性，10月15来台工作，到今无症状，伫厝检疫14天，基本正采检，后来才确诊。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国内自4月13以来已经连续200天无本土个案，但不过境外移入感染风险犹原存在，呼吁咱国民众也是爱落实防疫新生活，定洗手、挂嘴安。在国外其实目前一天有曾经大概有46万的确定病例哦，那疫情都还在上升当中，境外入变成本土的这样的一些风险还是持续存在。另外，国内发生头一件因为检体看唔到，致使一名江苏台商被误判丢病事件。钟金雄表示，已经向江苏的台商回信嘞，也等咧研究讲有其他补偿的办法。他的住院的这个费用都是我们出嘛，因为他主要是有这个隔离，只要有开隔离单的话，就是我们出。后来出院之后还是居家检疫嘛，所以他在居家检疫的时候，如果有任何的这个，如果都没有违规的话，那当然也可以申请这个1天1000元的，那总共14天的这个叫什么补偿嘛。针对这件两公事件，有国内专家批评，这代表是检视的管理螺丝拧啊。尤其是大医院，很多都是一条龙全自动系统的，就条码一开始就贴上去了，不太会错哈。不过现在因为是到机场去采，所以机场没有办法，可能没办法一条龙变那个条码从头到尾。钟金雄强调，内部已经进行检讨，未来会建立防错机制，也会引进自动化核酸检验机型，以提升整体准确率，并且减少人工抽血标符。这摆事件未触发实验室的人员。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也搁咧增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4500万例，死亡人数有117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3例，目前计共554例。中国的病例有85000多例，香港有5300多例，日本超过99000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三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920万例，印度超过800万例，巴西超过540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123万例，法国超过132万例，在英国是超过96万例。镜头来美国，美国大选剩无一礼拜，也毋过即阵美国的感染人数、感染病例伫头前加。美国总统川普是照常伫各地头办活动做势，嘛甲人口话来，有人批评伊无伊的行为根本无看重人民的健康。另外一个候选人民主党的拜登已经回去伊的故乡，提早登好票啊。美国新冠疫情恶化了真紧，39个州因为疫情死亡的人数增加。全国一天平均死亡的人数为两礼拜前的714个人增加到805个人，总计已经有227000人死亡。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在密西根州、威斯康星州、内布拉斯加州了后，他将照常去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进行竞选造势的活动。面对疫情的问题，川普也是继续碰风，讲疫苗拿来，疫情就会落去。而且呼吁各州唔通采取封锁的行动，嘛威胁讲，若是拜登选掉，大家就干那会当关伫咧厝里呐。If you vote for Biden, it means no kids in school, no graduations, no weddings, no Thanksgiving, no Christmas, and no 4th of July together.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伫白甲因太太吉尔，伫咧因故乡德拉瓦州威明顿区完成提早投票的程序。拜登在威明顿演讲的时候说，他不会在这场大选做假的承诺，说疫情像开关同样，奇迹就会结束。不过他保证头一天就会随来对抗疫情，而且以科学做决策的依据。他批评川普对这场新冠危机的处理方式跟因为疫情死亡的牺牲者来说是一种侮辱。 This is not political, it's patriotic. Wearing a mask, wear one, period.川普前一天晚上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机场做事活动，活动结束了后，两线车路无法度消化侪侪车流量，所以川普坐飞机离开了后，一大群人伫个烈士零下一度的寒风当中，脱下来指甲的肉丝，真侪人包括老大人，都要行2.5英里的路去塞车。警方表示，暗时10点了后，用10点钟的时间出动40台巴士，才甲活动现场25000人再离开。现场有30个人身体无爽快，寻求医护人员的协助，有7个人送病院治疗。Just look at what happened last night in Omaha after the Trump rally ended. Hundreds of people, including older Americans and children, were stranded in sub-zero freezing temperatures for hours. Several folks ended up in the hospital.It's an image that captures President Trump's whole approach to this crisis. He takes a lot of big pronouncements, and he makes a lot of big pronouncements, but they don't hold up. He gets his photo op, and then he gets out. 记者综合报道。那美国联邦参议院针对通信端政法当中科技公司审查内容的方式举办听证会。Twitter、Google 和 Facebook 的执行长都有参加，也都支持要立法保护科技公司不用替用户写的内容来负责。因为美国总统大选现在正在选，社群媒体是重要的战场，所以这场听证会也变成两党的政治战场。美国联邦参议院礼拜针对改革通信端政法第230条，甲科技公司审查内容的方式等召开听证会。科技业龙头推特、Google 参并者执行长拢同齐表示，这项法律保护科技公司免为用户的内容负责，对网络言论自由非常重要。Section 230 is the most important law protecting internet speech, and removing Section 230 will remove speech from the internet. Let me be clear.We approach our work without political bias, full stop. Without 230, platforms could potentially be held liable for everything that people say. They'd face much greater pressure to take down more content to avoid legal risk.通信端政法第230条规定，网络平台业者无定义是网友大部分的出版人还是发表人，保护业者被卡不掉，都因为网友的言论控制。另外，这方面条文也温存业者对网友做内容审查，会当移除予人不适合的内容。
像今年五月推特都在总统川普邮寄投票的推文加注无禁忌，加创五定时，让川普政府大被检讨社群媒体的免责权。这个月中，纽约邮报也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后生亨特引进乌克兰生理人的一条报道，和平街加推特质疑可信度，推特甚至一度直接禁止转发链接，遭到共和党的批评，也引起社群媒体审查言论的争议。因为这场听证会当地大选进程也普遍沦为共和民主两党的政治攻防战场。Mr. Dorsey, who the hell elected you and put you in charge of what the media are allowed to report and what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allowed to hear? It's a sham. And so,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8 years in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I'm not going to use my time to ask any questions because this is nonsense.美国司法部二次致函国会议员，以推特一开始禁止转发《纽约邮报》报道亨特的新闻作例，呼吁尽速改革相关法令。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司法部是控告 Google 独占搜寻领域这个市场，对电脑到手机啊拢是用各种步数甲对手排除在外。伫这一点，美国两大党的国会议员颠倒是有高度的共识，支持司法部的行动。不过有法律专家是认为讲 ，Google 独占市场，敢有伤害到消费者的权益，这点是真好证明。根据美国联邦司法部一年左右的调查，认为 Google 在整体搜寻引擎市场的占有率有九成，卡数在手机和平板电脑的行动装置市占率有95%。众议院反托拉斯小组委员会指出 ，Google 每年开数十亿美金给手机制造商 ，Google 正做大部分行动装置内建的搜寻引擎。另外，搜寻结果的排列顺序、网页广告、Google 地图服务，甚至在2005年被 Google 诟病使用率相当高的串流影音平台 YouTube 当成做 Google 提升独占地位、百度竞争对手的手段。市场分析师认为，司法部大动作对 Google 提告，让外界想起1998年，当时的克林顿政府也用同款理由替微软公司开刀，这摆是轮到 Google。This is a serious step up in the move on the antitrust front, as we've seen the Beltway versus Big Tech and the DOJ throwing their hat in the ring, definitely.Google 的回应是，消费者是自己选择使用 Google， 不是因为无选择被迫使用。司法部针对这一点来提告，是在打压科技界的创新。美国法律学者认为，就算司法部阁安怎证据，就法律法，以俗称反托拉斯法的1890年雪曼法案来控告 Google， 被成案的机会并不高。The claim that Google's quality has gone down as a result of its monopoly, it clutters the space with more ads.And it claims that innovation is harmed in general. This is very hard to prove.20多年前，微软反托拉斯案，微软付出赔偿金和解收场。20多年后，美国司法部控告 Google 的反托拉斯案会如何解决 ？IT 产业会受到什么款的冲击？是司法政治家、产业界关注的焦点。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际上还有什么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当地中海国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愈来愈严重，世界卫生组织是表示讲，疫情已经达到使人惊吓的地步，确诊病例超过300万例，死亡率是2.5%。来关心印度甲中国伫边界小区的状况正紧张，有卫星影像摄到讲，中国当地西藏昌都邦达机场扩建停机坪甲跑道，嘛亲像咧起军事用的建筑物。来关心美国总统大选剩无五天，现任的总统川普也选举靠座，即马传出予黑客入侵，偷提走230万美金，大约是新台币6580万，目前已经由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这个月一个马祖南竿出现一只中国的抽沙船，和咱的海巡队赶走。因为最近这几冬，中国的抽沙船直偷走来咱台湾海域偷抽沙，为了阻挡这款行为，行政院要修法要打法，罚金资本上当500万，未来要提悬到8000万，刑事责任嘛对5冬提悬到7冬。荧幕这里是我们的举光西举。然后这里是那雷达荧幕上面是没有任何的船只以及船团。好，这是目前的状况。那当前的海域状况由本艇的左侧到至右侧，那都没有发现任何的船只或船团。
经过几日间酷热，二十五出现伫马祖南竿近海，数量侪甲亲像将岛包围起来，大大细细中国抽沙船，第二十九全部挂了了。来支援的两千栋的新北南也贡献身体，更有一千栋苗栗南来守护马祖海峡。金门马祖海峡最近出现大量中国的抽沙船，外界偷抽海沙。根据海巡署统计，今年一到十月中，中国违法抽沙船盗采沙量差不多3300立方公尺。这十个月以来，刮走3885只，其中被查扣有4只，抓37人。因为罚则太过轻，对犯违法抽沙船根本罚不轻。行政院长通过修法，淡化违法的抽沙船，其中偷抽采出罚36条第三项犯罪用的船机械设备，经过判决没收确定，应拍卖公用或者是废弃。专处经济海峡甲大陆大战法第18条第二项，无经许可盗采偷抽，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8000万以下罚金。为了加速它的去化啊，经过判决没收，确定可以做靶船、可以做鱼礁的方式来加速去化。这摆修法也明定海峡范围，对最高领海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规定公告的金门，包含东丁、湖区、马祖市和东引、龙岛甲南沙群岛地区，拢是禁止侵采抽沙的罪行。行政院表示，相关修法草案最近将会送立法院审议。在法条正式上路进程，海巡署依然会严格执法，确保国家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昨昏有立委批评讲，台湾若开放，有300斤的猪肉会使入卖，后摆世界各国有300斤的猪肉拢会使进口。不过农委会的主委陈吉仲是解释讲，只有美国猪肉会使。不过台北市长郭文铁同款继续批评蔡政府，讲一直咧欺骗，嘛讲若开放，若一开放落去，后摆就国家会专门饲有300斤的猪肉销来咱台湾。在去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在亚东立委轮流就台，继续质疑农委会公告国外牛猪会当使用莱克多巴胺，唔呐开放美国来猪，嘛呐就是要欢迎全世界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来。但是中先前农委会公告，和其他国家的莱克多巴胺猪肉确实当进口台湾，啊，唔过要入牌条件唔是干呐这行尔。其他的国家如果根据这样命，它是可以的，好，不过事实是这样，进口在这。肉并不是只有管莱克多巴胺一项，还有口蹄疫，还有猪瘟等等的。目前全球27个地区核准使用莱克多巴胺。农委会指出，猪肉当进口来台湾的仅13个，扣掉后面9个无用莱克多巴胺，仅剩4个会当卖来猪和台湾。啊，不过加拿大、纽西兰、甲澳洲无对台湾出口猪肉，仅剩美国一个。也就是讲，就算讲开放全世界莱克多巴胺猪肉进口来台湾，嘛无代表讲想要入卖地当入卖。市长关文铁唔难相信美国是唯一的输入国，甚至是一回讲未来可能会有专门用300斤饲猪的农场，专门卖猪肉输入台湾。只要这个有这个利益在，我跟你我都讲了，以后恐怕那个会有那个农场专门用养瘦肉精饲，用瘦肉精饲料养的猪专门输台湾哦。啊，不过农委会主委陈吉仲继续反驳，伊记得讲，那是有里头糖厂业者早就对纽西兰出口猪肉来台湾，啊，不过并无安尼做，佮何方讲猪肉进出口无遐尼简单，啊，那是使用其他佮较俗、毒性佮较强的300斤的国外猪肉，每年敢是会当做回输入台湾。农委会佫一再强调讲，除了莱克多巴胺有定用许量，其他无定的是全部袂当进口。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发条镜头来台南，张艺波台南市议会审查总预算发生冲突，做主席的国民党议员蔡玉圭清点人数了后，认定无够人，所以宣布散会。那日双方全起卡动手，有4个议员受伤。穿绿色甲的民进党议员李宗翰，甲国民党籍的台南市议员罗坤福，两个人发生激烈的冲突。迄个国民党议员蔡玉辉，甲加入民进党团运作，无党籍议员郭某下周，本来伫边仔靠近伊卖相拍，嘛伫冲突当中 QQ 落落，落尾罗坤福的正手缝脚受伤，李宗翰是正头啊流血，几个人嘛受伤。台南市议会原本定伫29日下晡进行联席审查总预算案。按规定，56席要有一半出席才会当开会。不过经过两届休困了后，双方先为着出席议员的名单，敢要显示伫个议事厅的空棒顶悬，大家伫遐冤未煞，
再来主席蔡玉辉，清点人数拢总23个，无超过一半，就宣布散会。冲突就从安尼来发生。我讲你拢不举手，恁怎敢来甲我抗议？好，散会。暴力多数来欺负我们在野党，我感觉我们也认为不可取。在野党利用议事规则清点人数、收集资料，我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清点人数的一个案例，我们必须把在场的议员的名字秀在整个的看板上面。蔡玉辉主席担任主席，我认为他有失公平啊。国民党认为讲，民进党清在以多数欺负少数来起诉端，然后搁把责任撒给在野党，以强调所有冤家的过程。大会拢有录音甲录影来做证据。因若民进党团是谴责南洋暴力，批评因起卡动手。因若这场冲突内底有四个议员受伤，嘛拢已经完成验伤，而且考虑退告。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个行动不方便的高中生，伫这个月初一坐轮椅在等公车，小林刷来三台拢无要甲载。学生的老爸是表示讲，这款行为对囡仔是一种伤害。台中市的交通局是表示讲，会追究公车司机的责任，卖随改善。公车达到站，驾驶赶紧落车，把路牙绑倒好，或坐轮椅的李同学会当顺利上车。啊，不过要安尼顺利坐公车，嘛爱看运气。这个月初一，李同学嘛是坐轮椅伫咧等公车，昨天刷叫三台公车拒绝。司机是当面看着我往后面，就是往他后门的地方骑过去。但是他还是把门关起来，然后一样就是直接开走，所以我非常确定他是知道我要搭车的。那我现在在搭公车来讲的话，会不会被拒绝？他自己心理障碍已经出来了。李同学细汉因为脑膜炎引起身躯倒半边的行动不方便，通勤拢靠公车。啊，不过同工一招公车，马向公车后门刷叮当，准备要坐车。啊，不过司机煞直接驶走，予伊感觉去犯忌时，阁写订正书，想要争取身心障碍者的权益。台中市交通局表示，会对驾驶甲客运业者来追究责任。这是违规的部分，我们会给他予以记点哈，记点基本上它会影响到他的年底的一个亏损补贴的一个部分哈。根据台中市交通局的统计，目前全市总共有1577台公车，啊，不过有电动路轿放的仅113台，手动的是超过1000台。若是拄到身心障碍者要坐车，司机拢爱到三间服务就车。另外一个身心障碍者就小姐嘛，认为讲公共运输的环境无够友善，因坐轮椅阁方便爱趟过车顶，而且家己慢车都等。它很不明显，然后这又是红线，啊，前面不是有一台卡车，要挡住我的视线，然后如果现在公车来的时候。我看不到啊！身心障碍团体表示，除了建议爱设身心障碍者的等候区，对身心障碍者要坐车 SOP 嘛必须要落实。台中市交通局表示，去年开始会派 BBK 来进行服务验收，买来协议奖励机制来提悬司机载客意愿，让身心障碍者坐车的环境更加友善。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来看台南左镇公馆社区在地少年家甲成功大学合作举办月食节，利用在地食材做法国料理，希望透过食食创造出在地特色。一出一出的法国料理，接刷出菜有分子多，冷面、麻的酸菜西蛋、香瓜、芒果、芋头、气泡饮料，一挂菜出全是做阵少年家结合社区长辈口传，利用在地食材结合创意发挥，举办月食节，让民众体验做阵的好滋味。今天办的料理食材都选用佐证在地的特色食材，就是从长辈的谈吐之中跟我们自己发现，然后借由年轻人的创意，把它变成一道法式料理。月食节现场布置也真用心，成功大学的学生伫理疗馆的平台牵电线、装塔，佮有大片的大型服务，拢加添月食节光彩，而且结合在地月土产业，甲民众用月土馆变出一粒粒的电荷装饰，推广在地特产。可能大家只知道说我们这边有日出或者是化石，但是我们的产物是非常多元、丰富而且好吃。那我们这一群年轻人呢，就是想说，他们想要让这边的产物产业让大家知道说它如何运用在餐食上面，所以我们年轻人就是发挥了他们的创新创意这样子。昨天少年家回乡打拼，阁有侪侪优质到三工，同齐推广在地特产料理、阁产业甲文化，希望透过美食，让民众更加认识昨天。记者综合报道。
啊，那客家文化内底个人狮表演的模式真特别，有加大面仔神甲小面猴做伙来演出，连大狮嘛生作无相共，会当开嘴，而且下海生作四四角角。为了要保存客家人狮，嘛庆祝六队开机300档，屏东县政府即马有举办一系列的活动。看到舞台顶的开嘴狮，动作真流利，还有法度啉烧酒，实在真趣味。这就是客家传统的人狮表演。客家的开嘴狮，因为会哭四四角角，所以嘛叫做阿伯狮。完整的表演，阁会有大面财神甲小面猴同齐演出，展现出一种多元族群融合的印象。阁较特别的是，大狮会展开草桥啊，代表占一席之地，也是客家人知足的精神。为着要保存这特别的功夫，阁有其中的意涵，而且每年阁是六队开机300周年。所以屏东管户客务处就举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这就是算我们的传统艺术，也是一个武德，他找回的是精神，还有他我们的功力。看这的师傅这么认真在做模啊，边的学生也做出一只一只真有特色的阿伯狮。另外，还佫予大家人狮，前后两个人的脚步手路要配合个真密，实在有困难。不过大家有缘是练个嘴笑目笑。在那边练习舞狮以外，当他们往外面走出去的时候，会受到我们很多乡亲的肯定。虽然这些传统文化已经渐渐啊，让人放不记，不过大家也是希望会当透过老辈的看家，慢慢啊，把记忆当中客家阿伯仔的表演甲做法，由少年辈一代一代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全世界受疫情影响，真侪国家拢封锁边境。工商界即马呼吁政府，通参考外交气泡也是旅游气泡即款经验，开放商务人士会当出入境，嘛希望即个方案会当量早实施。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际停止往来，嘛冲击到各国经济。伫咧外交气泡、旅游气泡了后，工商界出面呼吁政府应该参考外交气泡的防疫经验，赶紧到日本、韩国、新加坡、澳洲、纽西兰、中国、港澳等等的国家来进行隔离检疫等等的细节谈判。放任商务人士出入境的限制，和商业气泡会当伫咧十一月底进行开始。思考疫情控制比较好的国家，商业的这种开放，让企业家可以呢，这个继续做生意谈判，增加订单，增加有了订单就会增加就业机会。虽然现在这个阶段全球的新冠疫情还未完全受到控制，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边境也还在封锁的状态，不过商业气泡、旅游气泡的合法开放也是引起讨论。前日日本政府已经考虑放任边境的管制，允许日经日本72小时以来超短期的居留商务人士会当不免14天的隔离。对象是台湾、中国、韩国等等跟日本经济关系密切国家的人士。那是亚洲两大国际城市，香港和新加坡也已经达成协议，会在最近放任检疫的隔离措施。台湾经济部目前也已经收集真济国家的做法，向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提出建议。特别是他如果有滚动式的新的措施，我们有收集，那我们也把业界的各式各样的反应呢汇集进来，那我们也提一些初步的建议哈到指挥中心，那这个毕竟要跨单位去讨论啦。我们有提了方案，那经济部也针对这个方案来提出一些修正啊，所以我目前就是针对这个经济部的意见，我们还在做中签。指挥中心强调，讲目前针对低风险、中低风险国家，原本都配合一挂政策，会当家居家检疫减少到五天至七天，来保障台湾的商业往来袂去受到影响。商业气泡的部分，会阁甲指挥官进一步讨论了，才阁做上下步的确认。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长侯友宜曾表示，观音山要设缆车，要去流浪。在12月份的时候，会对建商举办说明会，上紧在明年中要进行招标，而且是民间出钱、民间经营的模式。爬上观音山看台北港，也会当看到淡水北的烟花湖景。新北市政府确定兴建观音山缆车，准备开始招商，预计在年底召开说明会。目前已经三间业者表态有兴趣。初步规划路线由八里渡船头沿着观音山天际线到观音山硬汉岭，转长大约2公里，估计经费新台币交易。
市府这边他在今年八月的时候就会同我们地方巴黎，包含巴黎公所，还有我们地方的一些民意代表，还有里长等等，我们就到那个大概左岸那边的现场去做一些会勘。做起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地方的这些居民都非常的期待，因为我们大家都普遍都相信说有一个缆车可以带来很大的一个集客力道。市府伫八月份已经进行整地作业，到八里渡船头进行张勘，也毋过路线东山顶细节还未定案，到时阵也爱看厂商提案计划来定案。新北市政府预计年底招商说明会了后，上紧明年中招标。市府偏向无出钱，以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推动，可能民建民营。对缆车起站可能设伫八里渡船头，当地店家表示乐观其成。蛮多地方可以玩的，尤其有带小朋友的沿路啊、沙滩啊，还是这边最近做了很多那个公园啊，带小朋友来玩还不错啊，骑脚踏车，然后顺便带小朋友坐坐缆车。坐船之外，还可以一些外地可以从那边坐来这边玩坐缆车啊，对对对，就像猫空一样也是这样子、啊。假日本来就是都是很塞，就一条路而已啊，嗯，对啊对啊。巴黎中华因为最近新设分社广场，各增建自行车道，加上坐渡船前往的观光客，家里人真多，停车位歹找。在地人士认为，若确定新建缆车，交通动线需要通盘特别考量，重新规划。记者综合报道。真出名的电脑游戏《翻号》，去年改编作电影，伫金马奖摕到真侪大奖。公共电视伫今年十二月份嘛要推出《翻号》的电视剧，利用戏剧的方式来看过去那段白色恐怖的历史。你是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熟悉的台词，紧张的气氛，电玩游戏《翻号》继续改编成电影版了后，又推出影集作品。学姐已经有个形象，很难去定义她到底是人还是鬼的角色，可能为这个角色找诗。找音乐，然后我又曾经为方瑞欣编了一小段，感觉经历了云香这个角色之后，我也变得比较感性，变得比较敏感一点。那一阵子的怪也是我过很长一段时间才理解到，哦，原来那一段时间我是在排泄角色。为了要融入角色状态，演员费尽一苦心，也过一度因为伤入戏，行不出情绪。故事的重心刚好是发生在翠花中学，也不过跟原作品无同的是，将时间设定在1990年代出发，好女学生老分享当地学校禁地，也做1960年代学者对老悲剧的真相。这个时空的这个事情是这个游戏，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很喜欢的一个部分。过了比较久的时候去看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会比较当代，这样就是会比较跟现在跟我们大家有关系。就他内外的反差是一个很大的人，感觉到他这个人他其实是有一个很强的伪装，一直脑袋都是想这件事，所以可能就常常就是废寝忘食。将学生刘芬香老师新华定新角色新剧情加入《翻号》的元素概念，希望会当利用更加接近当代的1990年代视角来反思白色恐怖时代的悲剧事件。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南医院说要在园区内底起一栋占地4公顷的展览馆，未来展览的数量会当增加，安尼嘛有文物修复甲保存的空间。这栋新的展览馆按算伫2026年会来运作。以前当文物会操作建筑外观设计的故宫新馆，透过设计师的小解，正式让大家来知影。2015年底开放的故宫南院，考虑到展览的内容和空间不足，即阵暗算要起新的展览馆。使用科技的那一种数位展览，就会南院比较好发挥。包括所以谈到了修复跟典藏空间，都会是可以。大家透过玻璃可以看的嘛，那这在北院是不可能的。新馆的位置暗算起伫咧南边的停车场，甲主管中央上外的湖边，大约4公顷左右。目前已经来到细部规划阶段。嘉义县政府文化观光局表示，期待新的展馆会当带动嘉义县的观光，周边的乡镇嘛爱对咧共同规划。体验观光人进来就是体验观光，去看宗教文化、看美食、看一些农产品。那外回去的话，就带我们家里的伴手礼。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来搭配故宫南院未来更多更多的游客哦。故宫南院表示，民众入来园区的时阵，拢会感觉入口甲展览馆之间路上过远。透过新馆的建设，唔难解决这个问题，嘛，让历史文物有科技化的空间。希望会当让全国的民众用无同的角度，登过来了解这的文物。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
台语文看榜，来看唱歌谣，通好唱出每一种族群的心声，麦当唱出历史的意义。国立台湾交响乐团专工整理120条台湾歌谣，佮佮因重新编曲，要用西洋音乐的角度，展现出传统歌谣无同款的气味。首《阮若拍开心内门窗》是描述台湾1950年代农村青年去都市打拼的出关心情。国立台湾交响乐团3年前开始进行台湾歌谣团乡情的计划，邀请国内作曲家重新编曲，用西洋的管弦乐来演奏传统歌谣。透过作曲家用管弦乐，用一个不同乐器庞大的管弦乐团重新请作曲家把它编曲出来，它就会展现出完全不一样的风貌。国立台湾交响乐团表示，透过这边的歌谣计划，除了要让民众对台湾歌谣的背景有较深入的认识，也希望交响乐会当真自然出现在日常生活内底。我们常常想，这个历史如果我们公务单位不来整理的话，民间的力量恐怕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们透过这样，把这120首各从不同的主题，我们请庄永明老师帮我们编了10个主题。台湾歌谣较亲像一面镜同款，也当反映反射出来，哦，一个历史的背景甲文化意涵，哦，啊，伊嘛当象征着讲咱这人民因生活中间迄个喜怒哀乐，甲着伊的价值观啦。台湾歌谣创作者甘尚仁老师嘛讲，传统的音乐除了保存，嘛爱创作。咱对着这个传统，也是讲较老歌这物件做一个保存，嘛是有需要。咱嘛爱不断有迄个向前行去，迄个动力啦，来鼓励着一寡，吼，伊本身这个创作都带有传统音乐的元素伫内底，一新的创作乡土歌谣。啊，让咱的台湾歌谣不断有一个向前行的力量和生命力啦。歌有历史，历史有歌，代表台湾传统文化民间生活的歌谣，有人保存，有人创作，才能让歌谣像活水，流愈久，流愈远。记者杨淑晴、张浩水，台中新竹综合报道。那你讲乌鸦嘴是讲骂话，伫华人社会，乌鸦常看作是歹鸟。啊，毋过伫英国首都的伦敦塔，乌鸦常看作是关系国运的吉祥物，甲日本同款，拢代表好运的鸟啊。英国这国运鸟，嘛有专门的管理者伫照顾。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游客较少，所以这管理者佫专工穿一挂佚佗物啊，或者乌鸦来耍，惊因无聊，惊因无欢喜。My name is Christopher Scaife.I am a yeoman warder at the Tower of London, and as a job also, I am the Raven Master. Is it breakfast? 其独爱大师斯卡夫的工作关系到大英帝国的国魂，伊带领的皇家军徽军义将队的助手，用心照顾伦敦塔顶头的国宝独鸦，让因吃好困饱，带了欢喜。根据古老的传说，安尼先才有法度确保国运昌隆。17世纪的皇家法令也规定，塔顶随时要有6只大鸭。Should the ravens leave the Tower of London, it will crumble to dust, and a great harm will befall the kingdom. Actually, I have 8 here presently. I have 2 spare just in case. 因为食过的猫有些寡修正过，无法度飞上远，在普通时就真惯势，敢若是明星共款，互游客翕相。因头脑真巧，去抢游客手内食物是拢无客气。今年3月，伦敦塔因为疫情封锁，伫以前一礼拜拢有6万游客，即嘛无半人。连已经做了14档的大大师斯卡夫拢放无薪假，虽然即嘛无多难的任务，伊家助手依然是轮流来上班，因为照顾国运吉祥物是无假期。I gave them enrichment toys that would help them kind of enjoy their day. I hid food for them so they should go and find food in and around the tower.在封锁期间无游客，即挂大鸭会当飞的范围比过去搁较宽，所以因食过的猫爱尽量搁较短，
这会飞出去就歹带，影响国运。A couple of years, what I've been trying to do is a minimum wing trim policy. It's taken me an awful long time to get them to be flying around the tower but staying here as well. But unfortunately, due to the pandemic, we've had to do a little bit more wing trimming this time round to keep them here. Of course, we don't want the legend to come true. 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导演卢克·吉佛德这个月出版一本库尔牛仔主题的摄影集，透过摄像机要呈现美国社会包容、自由、多元不同款的面貌，也要让大家认识这个文化。伫咧纽约、洛杉矶流行时尚款真情的导演兼摄影师卢克·吉佛德，伫咧西部科罗拉多州出世，因为因爸爸也是国外竞技冠军，佮是专业国外协会裁判官，自细汉伊就真介意国外文化。2016年，吉佛德到北加州的冬季大游行，横穿国校桃李巴顿，走到暗谷的歌曲内底，才知影冬季国外即个伊毋捌接触过世界。As I grew older, however, I became aware of just how homophobic the mainstream rodeo can be. In 2016, I discovered that there is an entire subculture within the rodeo circuit known as the International Gay Rodeo Association. 迄个游行创作出名，号做美国国外一本以冬季国牛啊做主题摄影集。西部国牛啊，会使讲是美国精神的象征，嘛代表父权思想、国族主义。啊，毋过嘛真八卦，既是 LGBTQ。1980年代，艾滋病一直传，保守派宗教团体甲主流国牛啊款反对冬季国牛啊活动。后因伫咧1985年成立国际冬季国牛啊协会 （IGRA） 这个组织，住伫纽约的吉佛德派装备个做一台卡车，伫咧新墨西哥、犹他、科罗拉多州等等的所在，四界来约冬季国牛啊活动，用相机来记录因无同的人生。There's one that I come back to a lot of Priscilla, and she's a parent. She fathered two adult children and now is a grandparent. You know, Priscilla really to me is just such a beautiful example of what this community represents. 2005年，台湾导演李安以短篇小说《断背山》所改编的同名电影，无法度偷棒的冬季情感，伫咧世界各地引起真大冲击。吉佛德这个月出版的这本冬季国牛的摄影集，是透过相机的镜头，呈现出美国社会包容、自由、多元的风貌，也改变大众对西部国牛文化的认知。记者综合报道。咱的生活当中，无线电的通信 GPS 哪来哪要紧，啊，不过这物件全部拢会受太空气象的影响。所以美国即马拍算要伫2024年发射两台太空探测器，提早来预防太阳风暴对无线电甲 GPS 的影响。根据天文学家的观察，太阳表面出现所谓的乌迹，表示太阳有向外抛射物质的现象，也就是这太阳表面喷发火焰的状况。对着这喷发，太阳向四面射出自发电浆，这自发电浆喷向地球，甲地球磁场产生交互作用，为地球轨道到地面这顶的数百公里的空间，真侪甲电磁有关系设备都会受到影响。These are bursts of electromagnetic energy off the sun, and these can cause, for instance, HF communication blackouts, radio blackouts. These currents can also come down into the ground, can induce currents in the ground as well, and that can degrade our pipelines and possibly damage our transformers in our electric power grid and disrupt our electric power grid distribution.事实上，早在人类使用无线电甲卫星之前，科学家为17世纪就已经开始观测太阳物质，也发现这太阳物质甲能量喷发的活动，为弱转强过减弱有一定周期。为1999年到2008年这309年之间，总共记录28摆太阳周期，过得出平均11年左右的太阳周期长度。到去年12月，科学家宣告第24号太阳周期结束，进入第25号周期。That cycle means something, not just the number of spots that you see, but that means we've now learned that means it means increasing output
of the sun. 根据高层，一节太阳表面喷发高峰可能出现在2025年7月，所以 NASA 加诺话要在2025年发射两个探测器。太空气候继续计划 SWFO 加广播轨道作业环境卫星 GOES 上新型的第四代，收集太阳风暴粒子的样本，加监控太阳表面无正常活动，和地球提早防范太阳风暴的来临。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得在，今仔日东北风增强，加上大冷的空气入南，北台湾天气会转凉，暗个雨会较点。其他所在今仔日是晴云到好天，中南部爱注意早暗温差较大。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高29度。中部温度上低24度，上高29度；南部温度上低23度，上高30度；东部温度上低21度，上高26度；外岛是19度到27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将军顺心，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咱再会。